好，当歹徒从后方抱住你的时候，这时候呢，不要紧张，先抓住对方的手，然后呢往下蹲，让对方呢，他的这个重心不稳，然后你可以往左闪身，攻击他的下体，或者是用手肘攻击他的心窝。另外，你也可以右闪身，做一样的攻击下体跟心窝。好，好。另外，如果歹徒从后方呢，勒住你的颈部的时候，这时候呢，一样，好，抓住，先抓住对方的手。那这时候呢，为了不要一下子就被勒昏，所以呢，你往下蹲，好，让对方重心不稳，同时呢，你头呢可以转，转个方向，这样就不会被直接扣勒住到你的这个气管。记得要转的方向是手掌的方向，如果往里面转，这样呢会让你更难以呼吸，所以是转这个手掌的方向，然后往下蹲，好，然后同时一样攻击对方的下体或者是心窝，然后借机逃离。